由最不值钱的泥土烧制而成的瓷器，却跟金银珠玉一样，成了不同地区、不同文化人们共同喜爱的生活用具和艺术品。它的秘密在哪里？但是，在那个山河破碎的年代，想靠瓷业来振兴国威，确实太难了。所以他最后不得不离开景德镇，投入到更广阔的那个抗战局势里面去，最后牺牲在新疆。